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很多花友困惑，为什么兰花新苗好久不见长，是不是焦苗呢？兰花在春天新芽出土，适宜的空气湿度水分环境促使兰花进入快速成长旺季。焦苗有一明显特点，春天兰芽出土超过一个月，尖端没有裂口，也不蓬勃向上，这个时候花友们需要注意了。排除焦苗以后，植料和环境成了影响兰花生长的两个因素。植料如果太湿而且不透气，会影响兰根正常生理机能，造成新芽养分供给跟不上，兰芽容易出现焦苗状态。当然，如果环境湿度太过于低，也会使得兰芽僵缩，所以对于兰花来说，一般都是在春天湿度温度良好的时候萌芽。也不要一味担心焦苗，细心呵护，精心饲养，兰花一个月长10厘米，一定会开出美美的花朵。不知花友们学会了没有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养兰花知识，请点击关注，及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会。